球员，对，也是去年的，应该说上个赛季的夺冠重要功臣，冠军的班底。这边回进一个三分球。对，反观这边桃园云豹这边是很熟练啊，并不会让人家产生有距离感。是，底线外线出手距，罗振峰，对，第一次。卢杰敏转进，漂亮的两分，挑战 Rigman 成功，还是没有太好的出手机会。卢杰敏，两位七号的对决，卢杰敏高难度的翻身两分跳投，相当难。小黑真不会语的是，外围，哦，再来个三分。卢杰敏到底是什么颜色？哦，那渔船这应该比较偏咖啡吧？嗯，我们也看到他的海神的队长哦，也进到场内。卢杰敏，卢杰敏的犯规是有三罚的机会。目前也得到双位数的分数，十一分，三罚都有。卢杰敏在弧顶的三分球去，这一球在弧顶也能把握住哦，所以卢杰敏是攻击。卢杰敏最后一球啊，来了一个三分。好，那这场比赛应该到这边啊，胜负接。